Angle 与海王子选拔赛的造势活动第二天拉到热情的南台湾高雄举行。活动开始前直击后台现场，每位 Angle 和海王子正在为上台前做最后的整装准备。 Angle 们忙着补妆，海王子们则是忙着把握上场前的十分钟勤做伏地挺身，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，上场好好表现。再让两边的胸肌能够平均发展，如果做单手的话可能只有单边。这次获奖的前三名除了可以抱回总奖项高达30万元以上的奖金和奖品，获得第一名的 Angle 以及海王子还将成为力宝月美娱乐世界的年度代言人，奖项丰富诱人，每位参赛者都奋力使出浑身解数来一拼高下。好，展现地鱼美雄壮的肌肉、暴力的胸膛以及热带肌的腹部。在现场的伏地挺身游戏中，海王子们奋力撑起背上的 M Girl 们，争取五分钟自我宣传的机会。而为了要夺得海王子的冠军宝座，就读中山牙医系原本正在罗马游学的2号 Benson， 一知道自己入围，更是立刻结束游学行程，提前返国参赛。接到入选的消息之后，我又特地提早订机票回来。这是力宝月美娱乐世界海王子的比赛，我势在必得。看着这一群充满热情活力的 M Girl 及海王子们，你是不是也想为他们加油打气呢？赶快上官网投票给心中最爱的 M Girl 及海王子。8月28日决赛当天，更别忘记一起到月美马拉湾支持他们哦。